蛋的，我不是煮的。锤球，印度很爱玩的那个锤球，锤球，锤球。哦，吸尘器，它这个是拖地板，吸尘器，吸尘器，拖板，拖板，拖板。好，这个可以算。好，来，请表演。好，变态。啊，我们要有烧着的腹肌啊！哦，仰卧起坐，仰卧起坐。对，他的创意蛮不错的，很有创意哦。对，脚是太可爱了，可以，是我的脚啊，有创意。哎，这很有创意，那个角度不对啊，这个不错，这个不错，我还可以坐起那个。哎，这个很好。我必须说，贾斯汀这一次得分，有，真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娘娘队得到几分呢？总共是2分，1分之差，对不对？下一 round 马上就追回来，好难讲哦。不然我们就来看看到底谁会胜利嘛。好的，那我们攻守交换了，耶！好了，我们 round 到了，呀，你们呢？月月队啦，月月队排出来的阵容哦，随便排都赢你们。要抽了，对的，请抽。蓝色的。蓝蓝的天，白白的云。六小月累了，好适合哎。到底他们抽到的题目是？做什么事情要用双手？正所谓双手万能啊！一人可以讲一个给他们啊，对不对？有什么要用到双手？打棒球挥棒，哎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没有单手的嘛，没有单手的。瑶瑶呢？跳跳绳啊，你绝对是两只手才有办法跳啊。跳跳绳，我不相信，有本事你跳一下。这样子是没有绳子。阿修呢？用双球的，就是撞球。无聊。所以请问这一组都已经准备好了吗 ？OK， 好了。其实很多方向很多。好的，请关门。关门。限时30秒钟，乐乐队预备备。我希望你们很没默契呢。我好了，我好了，我好了，我好了。这么快，很厉害了，我很厉害。哇，你是记梦多之后速度最快的。很厉害。你不要到时候就算不中用啊。你看不出来的是不算分的哦。让我们来期待一下乐乐队，等一下会不会又赢了鸟鸟队呢？3、2、1。时间到，请把双手举起来，打开门。请开门。哦，哎，耶！嘿嘿，我不要录了。回来，我们还有救，我们还有救。为什么是我没有默契？为什么这一组这么有默契？不会，你放心，他们答案肯定不一样。对，因为这很多哦，都。很多这种很多，不要这样，就想我们确定，我们来看一下马国密的答案是。好，六小月，请问今天是锤一十五吗？锤一十五，对。今天锤一十五，爱拜拜。哦，爱拜拜哦。哦。哦，你这。哦。第一次看到有人拿香蕉来拜拜。今天是初一吼，咱波比咱1/2强，收视率长虹，你哥好不好？拜拜哦，拜拜哦，拜拜哦 ，OK。那你的香炉有点薄，它撑得住吗？哦，啊，换楼喽！哇，这个看起来比较像香蕉倒，香蕉倒了。哦，对啊，好可怕，我都没走哎。拜拜好不好？拜拜，马国变单是拜拜。对啊，这个听起来合理啦。对啊，合理啊。双手，这个表示自己的诚心。一定要两只手拜。对，好。陆硕燕，陆硕燕，我看你有什么好说。我们来看看陆硕燕的答案是。好，那我把这个拿起来。哎。Bring， 哇！恋爱 I N G happy I N G， 对，我在弹。哦，他这个是乌克丽丽啦。哦，对，很巧，对，小台的。想说乌克丽丽吉他贝斯还可以分3项，是不是？还有小的，没有。想来
吉他嘛，算吉他好了，吉他，对啊，吉他，对啊，弹奏乐器需要两只手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一定要的，一定要。想不想来看一下杨宇妮的答案会是什么？请看。借你，借你，好不好？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星星。我跟你讲，你们知道吗？音乐弹出来是小提琴的。老公是阿健老师有差，对，连 key 都一模一样。是，好，够够够够够，对，够了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。所以答案是吉他了。没有。是这杯杯杯哎 ，Hasta la vista, baby. Hasta la vista. 嘣！哦，还蛮聪明的，所以你的答案是吉他。所以这个三个人已经挂掉了哦。我们没有人啊，我们这一组就只有马国碧跟杜丽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杜丽的答案。因为杨月，你坐在这边，你坐在这边，过来过来，坐后面一点，后面坐上来。拿拿这个，拿个这个，拿个这个。帮我拿麦克风。哦。哦，我知道这一部《人鬼情未了》，对，很有 feel 哎，很有 feel 哎，演得很好。这一个是阿拉丁神的，所以你的答案是拉胚。对，好的，那所以你自己要不要来宣布一下你的分数啊？我们好歹跟你们上一局一样，有个两分，所以如果等一下你们没有三分，是赢不了我们的。所以乐队得两分。请我们的队长来抽个题目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红色的是什么？做什么事情需要伸舌头？哎，你这题目好 A 哦，真的。我知道，为什么？扮鬼脸。可爱多了。吃冰淇淋不能用咬的吗？甜比较有感觉。阿健老师，你真的好幸福哦。应该就跟女生还是跟男生什么垃圾吧？你会跟男生垃圾？我说你是女生。我说我跟女生还是你跟男生？他不是说就是上吗？所以就是垃圾，就是来 OK 这样子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可以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真的没办法提供你们太好的答案了，不好意思啊。谢谢，我们也受教了，好不好？请关门。哎呦哎呦哎呦，鸟鸟队计时30秒，预备备。我希望你们很有默契呢。到底是什么？应该是都差不多一样，因为这个题目啊有点难，不简单，可以舔的东西很少。可以伸舌头，到底还有什么需要到伸舌头的？有去看那个人家那个重金属表演，也 rock， 哦 rocker， 也一只狗在喝水，那是狗啦。所以杜丽，你把自己比喻成狗就对了。我说在演。时间到，双手请举上来，门打开。来，我们现在先请队长来表演。队长，好啊，是高饼，嘟嘟嘴。